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。孙协志、季琴、王仁甫和俞敏金13出席东森明星便利店记者会。之前孙协志爆出私生子身世，生母孙丽君及生父陈胜全互掀家丑，今孙协志被问是否有与生母联络，他尴尬表示不要问。至于是否曾与生父见面，孙协志说不说。该节目是暌违16年前少年兵团之后四人又合体。王仁甫看到孙协志深陷父母话题，赶紧挡架，我常跟爸爸见面，还寄火龙果给我，赶快做成果钱。季琴也说常与父亲见面，大家都轮流帮忙挡架，还说会帮忙孙协志介绍对象。孙协志也保说以前曾请何于敏吃盐酥鸡，导致何于敏化工笑开老公吃醋，何于敏就好气又好笑跟孙协志抱怨，你看都是因为我吃了你的鸡。季琴、左起、王仁甫、孙协志、何于敏。记者钟志凯社，王仁甫、左、孙协志。记者钟志凯社，季琴、左、王仁甫。记者钟志凯社。